ものがスーッと消えていきます。最近做 room tour 啊，好似住嘅房间系325号，我哋入去啦。欢迎翻嚟。一入到嚟就是一个玄关，酒店都有玄关。啱啱可以两个人吧？系咯，酒店都有玄关。跟住呢度就有嗰张案台仔，跟住有幅画。呢个系琴日食嘅嘢。Room service。摆咗喺度。间房其实就是你见到嘅位置咯，就是走 walkway 嘅位置，冇咩其他free space 噶啦。然之后。一入到嚟即刻呢度就係尖角突出嚟嘅，就係睇電視啊。之後就有一張牀，然之後就有個工作台。佢雖然好細，但係應有盡有嘅。兩邊都有小茶几，跟住又有一個 sofa， 啱啱好可以攤一個人，幾好咯。然之後呢度就係有個露台咯，有個露台，係啦。跟住。同埋佢間房咧有到好咧，就係佢可以用藍牙播歌咯。不過我依家冇用。然之後呢度就係景觀嘅部分，其實琴日我都冇乜留意。其實佢都冇乜景嘅，就是、屋景咯。對面房。對面房咯，所以換衫要拉翻埋嗰啲。入到嚟咧，呢條小走廊仔仲有一塊全身鏡，同埋呢度係佢哋嘅衣櫃。應有盡有，冇乜特別。冇用過，佢呢度有。多了兩條毛巾給你浸溫泉用。好了，這裡要特別介紹一下這間酒店。為什麼要訂這間酒店呢？最重要就是因為有一浸溫泉。等等，我們轉得這麼快，這就是我們的溫泉間，浸到傻了。我們有這個獨立房間的，其實它是一個叫做半開放式，都可以算是半開放式，因為它是通的外面，要落咗啲簾先得噶，嗰啲簾係可以升嘅。誒，嗰度升緊對面。呢度就係佢哋嘅廁所空間。乾濕分離，沖完涼先浸浴。係啊，沐浴間佢個花灑有啲問題嘅，會漏水嘅。但係都 OK 嘅水啊。都 OK 水啊。面盆已經用到好暖，所以唔講啦。正常面盆幾好嘅。夠位擺嘢嘛？我今次冇帶好多嘢上 ，OK 啦，開始，正常，滿意嘛？呢個價錢好滿意，性價比超級高，係喎，要同埋中意浸 hot tub 啊、温泉啊，即係中意咁樣 relax 呢一類型嘅，跟住以佢包嘅早餐，跟住之後房間又要有温泉，跟住之後又有呢個啦，重點介紹，我哋未體驗。呢個房係700多蚊一晚。在重慶南温泉，跟住咧佢包咗啲咩？包咗頭先啱啱講咗早餐，同埋包咗兩張呢個券。段段大家見到呢個價值係118蚊啊一張。咁咧就係可以去有觀光索道同埋叢林飛車。陣間我哋就會去試玩啦。係咯。咁總體嚟講服務都 OK 啊。正常咯，唔錯。Breakfast 都比我想象中多嘢食，然後。最好是間房佢自己有個位置，好日式咯。頭先都見到 clip 啦，就係可以浸温泉。但係 location 我覺得係爭少少嘅。我唔知係咪因為而家唔係旺季咧，定係點？因為出到去出邊嗰度好似有條好食街咁。但係大家另外一條片都知道，我哋揾嘢食都幾難啦。琴日淨係得少少選擇，跟住我琴日試過碌個外賣都好遠啦，都唔係好多地方會送嚟呢度，所以係。呢樣係爭少少嘅，不過其實餐自己酒店嘅 room service 都 OK， 價錢係啊 ，room service 都 OK， 價錢都正常，我唔會話特別貴啊，所以同埋夠飽，超飽，飽到依家都唔肚餓，頂住。係咯，
咁所以依間酒店 OK 喎，同埋新淨喎，所以都幾新淨，舒服嘅。張牀 OK， 正常牀，幾好啊。牀係啊，咁所以可以大家試下啦。等先，超暖，我都吸咗。早餐，這個咁紅的，他跟我說是 Villa， 紅卜卜，一早起身就要吃辣了，跟住啲嘢啊，攞咗少少嚟食。我唔要嘅是心。你可以跟我說不要辣咯。同埋關注我哋。